超级喷嚏。好的一天又开始了。阿切，头，你，巨奇，我好像感冒了。阿切，阿切，阿切。而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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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头，你没事吧？而且你的喷嚏越来越严重了，去看看医生吧。医生？我才不要呢。警长先生，警长先生，我要告状了！而且，你要告谁呀？告你！告我？告我？真是不可理喻啊！而且。饼干警长，我头上的蜡烛呢？你好，你好，我们这里有个小生意，也就几百万上下。阿切，阿切，哇，头儿，你这喷嚏威力也太大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让我们出去看个究竟吧。是。打喷嚏的感觉太糟糕了。饼干警长，刚才的旋风是不是你搞的鬼呀？是你没脸大盗啊！别过来！他怕了我们了。我要。老大，他要干嘛呀？我要打喷嚏了。切，有什么大不了事的？切！切！饼干警长，你还我的手下！切！切！切！你这个走烙饼运的家伙！好厉害！
没想到会打喷嚏还挺不错的呀。真是奇耻大辱啊！哎呦，我让他尝尝我的麻花拳拳。老大，我们好像被饼干警长给传染了。头，你好一会儿没打喷嚏了呀？啊，是啊，我的喷嚏可能快好了吧？饼干警长。你们三个倒霉的家伙竟然还敢来，尝尝我超级喷嚏的厉害吧！看来你的喷嚏失效了，失效了，失效了！而且，饼干警长，这下轮到我们了。给我站稳了再打。这就是你的超级喷嚏吗？头，比你的可差远了。老大，你也被传染了吗？看我的。他们被超级喷嚏传染了。快跑。站住。快跑。我抓到曲奇了。老大，我们抓到曲奇了。两个没用的家伙，连打个喷嚏都不让人省心。头，这是个死胡同啊。饼干警长，看你还往哪儿跑。头，怎么办？有了，看，没脸大盗放马过来吧。哈哈，小小的手枪可抵不过我的超级喷嚏。看招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蜂蜜。哈哈，还有这个呢。面粉加蜂蜜就可以堵住他们的嘴巴。饼干警长，你休想阻止我们。老大，等等我呀！老大，等等。